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为了让婚礼馆内相对弱势但是优秀的女同学有机会来出国读书，国际重塔婚礼社今年头一摆帮助两位婚礼在地女同学来出国读书，透过社团内底资助，赞助这学费、机票以及住宿的费用，希望让学生出国看世界，培养这英语的应用能力。伫咧云林高铁站宣告要出发咯，因是国际重塔云林社，将要赞助学费、机票甲住宿的费用，带领两位云林在地优秀但是相对弱势学生，进行三个礼拜出国读册旅途。Yeah, I'm very excited for this trip because it's always has been my dream to travel abroad a long time ago. 我很期待就是这次可以出去，因为我一直来都是很想就是去国外，然后增长知识这样子。最主要我还是想要增进就是我英文的口说的上面的一些部分，我想要补足我的就是口说的一些缺陷。他英文的口说的方面还有加油。你未来会不会想要紧跟着去上课？会。我原本是想要自己筹措机票让他去，但是对我来讲要比较困难一些，然后很感谢重塔社，也很感谢我们县长的帮忙，总统蔡英文也帮忙，对，然后我有这机会，这一连串下来，这样我很谢谢他们。国际重塔婚礼社头一摆在今年开放机会，让婚礼卡着西女同学报名竞选，得到机会同学会当免费出国，来到北美洲上课，就此让着西同学接受到更多元的文化，增加英语能力，也有机会改变家己的人生。因为这个学校是在北美评比第一的学校。那我们觉得说去依我们的经验去回来的学生，他是在翻转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概念跟学习的能力。好，所以今年我们是透过全云林县的甄选，然后好，本来我们只是推荐一位，但是因为孩子太优秀了，所以我们就增加一位。COVID-19 的关系，所以所有的学费、机票费、生活费都涨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支持，就是要让他们这些孩子有机会去翻转他的人生。两位得到出国机会的学生是抱着满满的感谢，希望这次会当学到丰富的知识。学生的家长也感觉非常欢喜。原本头一摆举办的主办单位打算开放只有一位出国，但因为学生太优秀，决定两位拢得选，拢来带出国读册。就是刚开始想还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都没有去过。然后也从没有跟用英文跟外国人交流过，所以这次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试试看，突破一下自己。我很开心啊，哦，让他自己的梦想啊，我们只能支持他。谢谢有那这个机会，他很独立，他很棒，他什么都自己来。因为我是新住民，很多不懂的，所以他自己顾自己，想写什么东西要顾自己。有兴趣的女同学，明年会当注意报名精选的日期，出国来行行看看，让英语能力有进一步的成长，也来增加家己的自信心。记者陈桂珠采访报道。